不是，你是打不了人家。走，不，哎，又一个小狗，怎么这么多小狗啊？这些是前天晚上带顿顿散步的视频，本来以为第二天就能解封了，结果昨天收到通知说隔壁小区又出了阳性，不确定要再封多少天。我妈妈无聊到给小顿顿梳毛。我爸也无聊到开始挖土种葱，他们甚至做了两个瓶子比谁的大蒜长得快。我和顿顿就是顿顿吃饭，我也吃饭，吃了饭我们两个就在一起玩。3、2、1，啾！三斤鹿，啾！小萝卜，啾！还有吗？小兔子，啾！咬不下了。我还是选择了小萝卜。嗯，这么喜欢小萝卜啊？小萝卜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墩墩，哎，不能吃！呀，那蛇呢？哎呦，这傻狗！墩墩，过来，来这里。墩墩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和小萝卜，看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和小萝卜同时掉进水里了，你是救小萝卜还是救我？救小萝卜还是……好吧，行吧，难断一句。今天你来唱歌，小墩墩，跟着我唱来。喜欢用我的音调，唱出爱的味道，给你啦。墩墩，你能看我？这一秒，对，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，唱。